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入学通知书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用的。它就是万物皆可擦，应该是拿这个毛巾去擦。现在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区域把这个先打开？就2月18号之后它已经不在了，是吗？然后2021年1月13号，那时候杨花铁就给小美写了那封信。这个顺序不对，我们应该是通过已知的线索推出来1月16号，然后我们才确定1月16号会发生这件事情。这房间里有个管儿，那管是警片的吧？嗯。哎，走，咱去2楼，你干不干？我们两个去，我们俩在一起去。哎哎，多了笔记。你们数学不好。哎，杨花铁吧。5678。好嘞，我知道下一个房间的密码是啥了。你们成绩也在上面，子瑜倒数第三名。哎，子瑜，我们是朋友，不是我们，我这么低吗？啊！妈！啊！走啊！不走，不走，不走！哎，你们别走，别走！他找你们了，他来找你们了！发现什么了？发现停电了。发现停电了。